民政司的检预金科长跟黄汉仪专员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所以两位要跟大家说几句话吗？非常感谢内政部有两位，一位科长，一位专员，内政部有两位，一位科长，一位专员来到我们现场，感谢之外呢，也恭喜你们跟我们一起见证台湾伟大的历史时刻。大会主席，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今天贵党在这里召开成立大会，个人奉派代表内政部前来列席，深感荣幸。我是内政部民政司资质人员培训科科长简玉金。政党跟其他的政治团体、人民团体都不一样，在于政党是为了提出共同的政治理念，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协助形成国人政治意志，最后要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所以在政党法的路途或许艰辛，如果贵党能够顺利完成今天的成立大会，也向内政部来申请备案程序，希望未来能够积极拓展党务，争取民众的支持注意。谢谢大家。科长，建设新国家，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三大目标。70年代高句丽牧师领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促请政府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80年代郑南榕为主张台湾独立而自焚明志。这些是行政党联盟建党的理念基础。三，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化的独立国家，首先要厘清与中国的关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后，从来没有管理统治过台湾，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二，中华民国在1911年建立时，也没有管理统治台湾，因台湾并不隶属于他。后来蒋介石军队溃败到台湾，系代表战胜国的美国等盟军暂时托管，对台湾并无法律主权。这么值得鼓掌的时候，怎么没有听到掌声啊？三，二次世界大战后，48个同盟国成员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合约》清楚叙明，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也不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的未来应该就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是 Platform 3B76C CMYT C98Y50。你的美动其实也超过快乐的沟通，这是让你够多台湾。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不在为国际公开为太平洋外扫进来，都亲像西方的公开，每年一定是来拜访台湾。伊在咱真正所在，大陆板块消费所造成的毁灭，带来了真严重破坏。大大细细地方不断地发生，台风开过后，大风所带来的雨量，更加是造成了真多灾情。虽然是安尼，也因为这挂强烈的大自然力量，创造出壮观美丽地形。建立了野生动植物生长天堂，并且造就了台湾人民在困境中坚决的奋斗精神。
你若是为空中来看台湾岛，甲伊四周围的小岛，蓝色的海面，宽阔的青青江水，就是海岛里的甲海洋交界所在，有一款天空三 D 激光 CMYK C100YK，伊就是台湾星。这才是台湾先人怀抱着海洋无边的精神，加伊离开困，努力奋斗，坚持意志力的起点。都市风光，清水断崖，就这甲海洋交界一条线，就是台湾星。先人的智慧。第三个是台湾最亲，是我们站定的党歌。这党歌是由正儿韵牧师作词，萧泰然大师的作曲。我们先放一遍。江博士，音乐老师，他是音乐系的教授，可以带大家。Thank you.
党主席应选一人，候选一人，决策委员应选十五人，候选十五人，你们觉得好像是某个党曾经干过一样的事？但是我要跟各位说抱歉，因为我们冲突阻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放党员从基层开始选起，这个暂定，然后我们后面还会循正常程序往下走。好，我们请主席说明一下。那个，我想，当我们是那算干部了，那些政党可以做一个政治实力嘛，哈，啊，但是由丢弃的这个过程的时间，真正是非常的短吼，所以这段时间。我会共啊尽量有甲逐个人征求的意见，也要预算的吼。咱两个就较紧，咱预算就伫伫内底啦。啊，所以但是因为我无看每一个党员拢讲着吼，所以我伫遮就是咱要进行选举进程吼，是想讲有关着党主席的选举跟各级委员的选举吼，是毋是有人要自我说？要预算吼，一定爱家己自愿啦吼。所以我是想讲，对咱头前必有人要关怀啊。啊，讲即个迄落，啊都有，迄落即个有意愿要参选的吼。咱伫即个时阵，安尼把名讲出来，安尼遐个啊要投票的时阵吼，咱就当考虑啊吼。啊，所以第一，我想要征求讲，够人要选党主席，要自愿要选党主席。好，党主席候选人罗仁贵。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台南神学院道学硕士，现任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主任牧师，台南市天下台湾促进会理事长，巴克里纪念公园永续经营协会的理事长，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松年大学总校校长，淡江高级中学董事长，南投 YMCA 理事长及高雄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理事长等。罗仁贵罗牧师是不是站起来让大家认识？决策委员施正峰，如果在场的话麻烦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哦，坐在最后面。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台大农业经济系学士，前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前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系主任，现任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国际研究学会理事长，台湾综合研究院顾问，新台湾国策智库的顾问。第二位，田在廷，是不是在现场跟各位打声招呼？好，那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民间全民电视公司前董事长，曾任立法委员，建国党的副主席及检察官。第三位是庄明雄医师，在场请跟大家打声招呼。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医管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的名誉长老，长荣大学创校董事，长荣中学全球校友会总会长，曾任行政院政务顾问，新楼医院董事长及院长，台南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及急诊室主任。决策委员候选人第四位贺德芬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台湾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国家人权委员会推动联盟发起人，媒体观察基金会召集人，曾参与联合百合学运，常年关心并参与台湾人权政治运动。决策委员候选人第五位杨中和校长。哦，当然选票领取证一定要收回来哦，一定要收回来哦。那主席，我们能不能就工作人员这样子去发，然后收回来，好不好？大家互相都清楚。等一下，大家签好了之后哈，那个我希望是你们本人拿着这票，因为我们现场这边都有录影的，所以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是谁投票哈。所以你们签完以后，本人哈，本人拿着那个选票来到这边哈。一阵讲错了哎，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刚好还有另外的主席候选人嘛，好像没有主席的候选人就一个哈，所以你们只要第二个进没有关系，只要在第一个。
作打工，来了就代表认可了。拜托拜托，好、哦，你如果没有在那第一个打工的话，也不要这个会员，太可惜了。所有听众们票了，好，那我们就要来开票了哈。罗连贵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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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施正峰一票。钱再廷一票，贺德芬一票，庄明雄一票，邱龙举一票，杨宗和一票，王叶红一票，欧崇进一票，罗连贵一票，陈之松一票，罗连贵一票，陈廷鼎一票，罗连贵一票，陈崇俊一票，罗连贵一票，萧小玲一票，罗连贵一票，林一芳一票，罗连贵，刘伟炫一票，刘静文一票，邱一芳一票，哦，陈廷鼎，陈廷鼎有没有给？陈立鼎一票，陈崇俊一票，萧小玲一票，林一芳一票，尹伟炫一票，刘俊文一票。各位同仁，咱即摆先同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主席的批评已经结束啦，吼、哦，我伫遮有看，咱就咪有十一票吼，资深公民票，投票不注意说有十一票废票，啊，咱总总共连战平一票，一百十七个人，贺德芬一票，所以咱庄明雄一票，连怪不输，有一百零六票，当选一票，现在咱们全体直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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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对了，开化界进洞，那今天在这些受控，还有我们的熊猫洞，就是讨论进洞，一时之间，我们来做分类来，以前在进洞这样子，有什么东西啊？给我偏移，所以。接下来，我来支持这个工作。我的时光，啊，真正关心台湾，啊，就算我出来投票，也是讲能投其他的政党，也对咱台湾是一个无结果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要定这个第六个。这个联盟来去完成这个制度，所以最主要是去不满当不安，以迄个每年的这个选举，我们当推出有较适当的人来参选，然后有当有只真正。对这个民进党不满，也是讨厌民进党的人，有一个搁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阮明年会较关注在党内边来推选，去适当的候选人来去参选。谢谢。刚刚讲蔡总统招什么？你在当位改掉一下。啊，那是。对不对？所以说你说没有没有。
看大家人安那去家己评价，我都不想这个所在来评价。这是不宽民全力促成蔡拉克。那如果能够蔡拉克，这应该是乐观其成。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让他们因为这样来当选，这也是台湾一个福气。如果是蔡拉克的话，徐乐岛会支持。如果他的理念，跟我们的理念相同的话，我们都会大力支持。如果他还是站在打压或是限制，那我们就不一定，就全力的支持。所以理念是什么理念？什么理念？就是走的路线的理念。哪个路线？就是真正关心台湾，像我们成立政党，我们的宗旨里面所讲。这个理念，这就是我们的理念。所以现阶段，习乐岛不会推派自己的什么？目前没有这样一个规划。那立委、区立委的部分，区立委预计要推几席？我没有打算能够推十席以上。都是区立吗？还是不分区？当然，区立跟区立都会集中我十席以上。我来一共就是七亿啊，不会去一定都包含了、啊。有时间表吗？应该有时间表，因为你要选举，1月11号就是一个时间表，这个以前一定要推选出自己的人选。不过主席，有人分析说，前绿啊，他们会跑到时代力量去，那一般的民进党之外呢，如果今天喜乐岛被瓜分了胜率票源，像民进党有可能本土政权的会落败，让国民党来。那我们就要用很诚意的心，或是谦卑的心，特别去寻求这些真正关心台湾，或是这些台派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认同来阻挡利益，认同我们的理念，来支持我们。也就有不少本土的社团，因为这样可能会让这个政权在下一次输掉，所以没有要支持我。应该不会的，因为习乐岛原本的主导不是要搞购买，不是要搞利益，而是看到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说绿营的。选票，如果明年那大大失血的话，导致这个国民党又回到过去，然后在国会在立委的席次又过半的话，那我相信就是台湾的大灾难。所以我们是要，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投民进党或是讨厌民进党那些终身选民拉拢他们来支持我们来推出这个过程，那反正我们在国会里面可能我们如果习乐岛在国会里面多了几席，我们以后都可以跟民进党那明年会支持蔡总统的话，因为他现在副手没有确定。好，我们现在还没有。所以会不会支持蔡总统？当然，我们还要再当然，他如果跟我的理念走的路线都相符，符合台湾人民的期待，我们就会愿意来支持。有什么样的条件？他说支持。现在都没有设计。好，谢谢各位大哥，谢谢，辛苦了。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谢谢。那我都有放在那个云端，大家可以去上面捞资料，待会新闻稿会放上去，谢谢。好，今天上午你过去了会哈，所以刚为咱今日迄个七十五的今日迄个啥动作的国庆委员来拍一个啊。好。啊，所以那个，这是做。
讲一下吼，啊，所以这个我请委员吼，啊，我想咱伫这个所在吼，我唔知每咱每天敢有事诶，嘿，有吼，嘿。哦，往后快一点，嘿。好，我们把桌子往后撤，好不好？往后撤，嘿。OK， 第二，请会。好，来，麻烦大家靠拢一点。好，我们请所有的，来，请大卫上前。大卫，来，所有人再往后面一步，好吗？好，谢谢，谢谢。好，来，我们先看中间的摄影大哥。哎，我们站一个平面，好吧？有请贺老师。好，我们先看中间的摄影大哥。哎，保持微笑。好，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右手比个赞。好，我们再来一起比个喜乐的，加油！好，来，来，我们再统一一点哦，准备来，喜乐的，加油！今天当晚了哈，拍摄我相信您一定就想要看祖先来八千委员大英雄哈。啊，因为咱今日咱这个记者交代的时间是从三点起来，我们要办这个节目啊哈，所以是为了咱我们大家有点耐心哈。啊，咱就时间咱来一个记者交代会哈。啊，这个咱先请祖先哈来。这个发表伊做出的这个感言呐吼，啊了，咱比如好记者讲，比如咱们去上班，咱去上班去上吼。好，那我们就先请那个决策员先可以先休息一下，谢谢。来，我们请张。因为我们的长官走了嘛哈。各位贵宾、各位先进，啊，各位咱这媒体记者，那个。咱的奋斗，也在东莞的，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个人吼，不要留恋的人，无小心吼，跋落伫这湖的内面，对跋落迄湖的内面，岸边有足济人，遐咧下客客，一人伫遐话讲，啥物人要落去？将这个人救起来啦，结果无一个人管伊。伫咧危机的时阵，不然有一个人就跳落去，啊，将这个人怎啊来救起来？啊，记者就作好奇，就来采访这个人。讲伊水遐尼深吼，啊，搁遐尼冷，你是安那遐尼勇敢，愿意跳落去将这个人甲伊救起来？这个人回答记者来讲：“我要来查看麦，到底是什么人把我淹下去的？来查看麦，什么人把我淹下去的？”做当主席吼，不是我人生规划中的代志，有人把我淹下去。但是既然受淹下去，咱都要有责任，将危机中的人来救起来，对不对？有。今天台湾吼，面临着这个危机啦，中国要敢并吞咱台湾，咱台湾伫国际上吼，无什么地位啊，无国格，咱台湾人无尊严。所以我会聊下去哈，真足大个原因哦，就是受到当时啊，这个
何俊如老师，伊真正做有疼台湾心的一个感动啊！何俊如老师伊捌伫1977年带领整个台湾基督教教会来发表这个演讲宣言，伊也就是咧促请政府会当予台湾人加做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嘛主张讲台湾的前途。爱由咱全体族民来决定。但40万以来，伊这个愿望无实现，他就会死去。加在吼，咱通过咱所敬听的郭培峰博士，啊，伊特别伫旧年来成立。啊！伫去年的2月8来成立这个基督教联盟，这个联盟，借着这个联盟，伊所讲的这个理念吼，甲基督教会、甲各种牧师所讲的理念，拢差不多完全同款。所以当时在成立的时阵，包括各种牧师是受邀请才做发起人之一的。咱借着这个联名哈，这个基督教联名，咱伫遮成立这个制度。所以伫咱的宗旨，咱的这个宗旨中间，就是要让咱的台湾加做有尊严、有尊严、哈、有国格的一个正常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相信，这嘛是咱全体台湾人。的一个期待，所以咱本党，咱就唔通辜负咱台湾人对咱的期待，好唔好？好。明年1月的选举，咱足担心的，就是民进党的这个选票，这个民调选票啊，会大大的流失。有可能煞乎这个难吼，难以来人吼，煞可以翻盘啦，甚至伫国会吼，伫立法院吼，煞立委来过半。那安尼时阵呢，那是咱台湾人上大的灾难啦。所以咱今日伫这个所在，伫只成立这个这个党，咱唔是要搞破坏。咱唔是要搞分裂，有真侪只个投民进党咧投入去，甚至啊讨厌民进党个，甚至无爱投票个人，咱可以有一个选择个机会。虽然成立这个党，咱毋忙会当或者真正疼台湾啊，或者选民。来支持咱，予咱每年下到伫立法院，咱的立委，嘛会当几骨啊设备在内面吼，咱来做制衡的动这个力量。咱这个党，无要吃这一个人的震动，所以咱今仔日用这么侪时间，咱选出15名。一再不清楚嘛，嘛咱党将来方向，咱重大不清，咱拢会来伫不清楚晚会里面吼，来做决定啊。啊，所以我要特别来宣布吼，咱这党已经安尼成立，啊，我要来宣布。咱第一军的一个副主席吼，施正峰教授，施正峰教授欢迎加入。来，今天所在吼，来，咱拍拖啊，欢迎伊，啊，请来到台前好。施正峰教授欢迎登记来，荣誉得台湾的前途。为着台湾的建国，
去拍拼，去努力啊！所以特别要请伊来跟斗三工吼，做咱平生的一个副主席。啊，这是咱请施教授来，你们讲几句话。主席，是的，好，谢谢我第一届见面啊，甲大家报告吼，我本来是吼，我甲大家报告好不好？上早上早的时阵，郑恒伟打电话我讲要官宣嘛，所以我啊过个迄、那个陈连英秘书讲啊，民进党三党吼，即、這个即件事啊，所以我啊到尾啊选初选了，大家起码做办事吼，啊所以就讲要做党，啊那他这两年我讲好啦。啊，尾啊，当然有一寡啊，变啊，总统有一寡想法，所以就无去啊，对不对？我感觉无要紧啦，吼。啊，我徛伫我来讲讲，啊，读这两间拢无路用吗？我讲了准备好吗？大家记得无？去年冬奥证明有无、欸？不可思议吧，对无？民进党消极以待，个人上，靠，这不可思议吧？啊，再来呢，初选的时阵，莫名其妙呢。到人安尼改来改去，民主进步党，哦，这是莫名其妙。第三是会让人受气的是，刚刚讲是那公道脱钩，公道脱钩，实质上的世界无人安尼，佫甲伊规定两党人一边，相当可恶。我敢会安尼讲，所以呢，咱过去是含泪投票，去年是含泪不投票，对无？我想，咱今日这个政党成立，不是讨厌小英，不是讨厌民进党，啊，咱主席话讲过，讲未来是安怎呢？咱是欢欢喜喜乐乐，欢喜来投票好。好。啊，我嘛要甲大家做一讲，因咱毋是甲独立建国、制宪、甲家己联合国，这是一个足，这路标足清楚。但是咱嘛知影讲，民进党无讲盖真啦，我他阿袂讲啦。那英语讲个 lousy agent， 你知无？来听过无？迄一间足卡骚的一个代理的，一个代理的。啊，你知道咱这是讲一个官的，这个代理的讲，一个官手足敖，像巴奈安尼。我爱有人来写曲，爱有人发到推销。啊，但民进党呢，伊是独占的、台独的，扛棒客在遐，但是伊阁足无认真落去卖，啊，阁嫌咱是傲客。你看讲，啊，即个讲咧，阿公我同款，我逐天早三顿甲你拍麻将，爱有交个新朋友对无？所以甲咱看出出嘛，咱唔免安尼做无？但是除了讲这以外，我嘛要，我想在筹备过程内底，我讲，我讲有三项啦，我希望爱做。第一项讲，咱绝对唔是一夜情，好无？每年选了，不管安怎，咱一定是二空二数，就是讲。咱总统要算歪算，第二个，咱立委咱爱有刺客。第二个，咱讲咱民进党无好，就甲救落来。我较袂讲啦，民进党每年立委可能剩初一、剩林淑芬一席，我袂讲伊个，一席。再来呢，咱爱栽培各地内底进步的力量，是毋是民进党，还是倒一党，拢无要紧。国民党、民进党有好个，咱无要紧，只要进。政党这班、这个班头开始哩，开始哩重整了后，咱要提出讲，咱唔是干讨厌国民党、讨厌民进党诶，咱要让人认同咱除了台独以外，大家都有看到咱的宗旨有无？司法改革嘛，对吧？公平正义有无？第三呢，纾困平定，好。第四来，均富发展，唔是干拼经济呢？过去十几冬两千以来，其实咱 GNP 拢有成长啊，但是迄钱走倒去，嘛毋是补贴尔呢。吼、哦，我想这部分咱国际迄个过程中间有讲，咱未来爱做拍拼，包括劳工、农民这部分无人关心，包括甚至军国教这部分，其实咱可以好好来讨论。吼、哦，啊，我是读册人，我甲讲，我负责读册。啊，咱有一挂朋友未来，咱研究落来。比如讲啊，拄啊，前台南台顶的庄长嘛，台南地吼，咱祝福对吧吼？啊，即有足侪无同阶层的朋友来滴。啊，我想谈即个主席的领导之下吼，啊，我甲你斗讲下嘛，吼，啊，我绝对拍死你，好不好？好 ，OK， 好，多谢你。
我想咱做这个党，只要咱爱用真辛苦的心、谦卑的态度，咱来去追求真正疼台湾、关心台湾，这样人来行动，咱的力量，来支持咱每一个这个选举的当中所要推选出来的这些立委的候选人。咱真正要做多谢的就是那个郭培宏博士，咱拍鼓啊，特别来甲伊说多谢。可能咱今仔会做失败，是啊，伊毋是伊做党主席。我甲伊讲吼，阮较有机会伫斗阵啊，伫讲话。伊捌私下甲我讲，讲牧师，咱个党啊组成了，卖互我做决策者，我较爱做行动者，爱做一个行动者。所以吼，看起伊个谦卑，但是咱绝对是会重用伊，对不对？在咱有真侪重要的岗位，是真正需要伊来支持，还需要来支持。所以咱忙唔通为着你选我，无选你，你得失败。唔通安尼，咱共同来努力。我跟你讲啊，一只毛蟹吼，迄毛蟹吼，若要行，都要足侪只脚来斗帮忙，才会叮当的吼。所以，咱感谢咱有足侪支卡吼，爱咱来协助，党主席啊协助咱这个党来向前行，对不对？对。谢谢。好，那现场的这个记者朋友还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有没有？好，看到没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大会算是成功，来掌声鼓励一下。在明年的一月选举，把政党票投给希乐了，好不好？好，我们加油，就是大家的加油啦，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主席。好，那大家那个回家的时候，请要注意安全。那请在这边插播一下，有没有人捡到 iPhone 的手机？我们现场有人，是不是？好，有人捡到，好，谢谢。果然大家都是非常有爱心的。谢谢，好，大家注意安全，回家注意安全，谢谢大家。